欢迎收看《贺龙夜夜秀》，再次感谢冷静宝贝乐团。太扯了吧，各位，睡一觉起来就不合了，羽生结弦离婚了。好啦，蓝白合啦。很多人搞不清楚蓝白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关系，我们帮大家整理了重点。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善意，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最大的善意，胜率最高的候选人，胜选几率最高的组合，胜率机会最高嘛。其实蓝白合只要你们推宋楚瑜出来选的话，这个问题不是？对嘛，派宋楚瑜出来选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看当年连宋配多风光啊！而且既然柯文哲这么看重胜率，那我推荐一个胜率最高的组合，赖柯配啊。既然要比胜率，那就要看民调。前总统马英九促成了这次的民调对决。各位准备好了吗？全场最嗨绝对是前总统马英九，另外一个强烈对比就是柯文哲的表情，几乎全程板着一张脸，握握手时就看得出马总统有特别照顾。没想到有今天吧？这句话很好用哎，你看蒋公当那么久总统，没想到有今天吧？周杰伦以前这么风光，结果现在卖蛋饼，没想到有今天吧？蕾拉两年前拍片验尿说没有吸毒，没想到有今天吧？九妹，你应该要想到有今天。贺龙，你也要小心哦。就像所有和马英九握过手的人一样，柯文哲的反应是这样。加油，加油！只是当讲，我们绝对要充满信心。对了，是对了，我对你有200%的信心。但我们现在知道了，柯文哲其实需要206%的信心，因为他必须要让6%。但总之，结果出来，蓝白还是没有共识。这叫尝试嘛？他说什么正负1.5%，反正就一句话，就说我赢他，如果在3%以内，我算我输了。他现在是要求我说，我们赢没有赢超过6%的不算。每一份民调的结果跟所有学者专家根据我刚才念的那个公式算出来的结果，应该在95%信心水准之下。说什么？马总统也不是统计专家，总会跟我讲那个。各位啊，全台最大线上统计课程上线哦，真人总统候选人在线陪读。而且柯文哲说马英九不懂统计，哎，你才不懂国民党哎，国民党连自己党产都统计不出来哎。除了蓝白合闹剧，还有人也分享了另一出八点档哦。八点档连续剧，土匪头子要娶那个千金小姐，晚上千金小姐就是哭哭啼啼。告诉那个土匪头子说，你可以得到我的人，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但是我要告诉侯友宜市长，不要担心，韩国也来到这里，人也来了，心也来了，请把对我的爱转移到侯友宜身上。啊！把爱转到侯友宜身上，韩国瑜是在女仆咖啡厅吗？More more juice，侯友宜变好吃喽。大家有发现吗？韩国瑜把侯友宜比喻成土匪头子，哎，他不是警察吗？侯友宜偷走了什么啊？恩恩案真相吗？而近期韩国瑜也表达了他对台湾未来的看法。男人最骄傲6.7，腹部6.7，台湾的未来也是6.7。我们要拜托侯友宜市长选上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把台湾的6.7发扬光大。台湾的6.7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胖老爹吗？啊，确实很多政客都是胖老爹啦。不止6.7，韩国瑜还大方分享养生秘诀。不要看我头秃啊，我的内功还是不错的。这30年啊，我做2件事情：我一定穿袜子睡觉；第二，揉肚子。到底干我屁事啊？韩国瑜养生秘诀是睡觉时穿袜子，我的话是睡觉时搭配德国 Emma 床垫。Yeah， 德国 Emma 床垫软硬适中，专利人体工学设计，能完美贴合脊椎，肯定比揉肚子更舒服。我实际睡2周了，床垫支撑感真的很棒。感谢德国 Emma 床垫帮我撑腰。全球获奖最多的床垫品牌德国 Emma 在黑色星期五提供优惠5折起，用折扣码奈奈秀再9折。
接着来关心一下立委选战，民进党的高嘉瑜和激进党的吴欣岱两人火药味十足。高嘉瑜当选了，好这手搓着搓着，高嘉瑜笑容藏不住，不知道是不是暗示着要把谁搓掉。因为吴欣岱个人的民调哦，现在呈现的只有个位数，那我想个位数的民调绝对不代表泛绿阵营。我认为他的资讯可能上面给他的有点错误。吴欣岱是在质疑赖副总统所说的话吗？赖清德有双倍桃花节，哎，赖清德很常在搓汤圆，哎，上一次他家的违建。但提到高嘉瑜，还是不能不提到他最知名的歌声。伊真正是去用伊的歌声害的啦，哦，大家以为讲伊今仔拢在唱歌，啊，唔知影讲表的第一名。民众对高嘉瑜唱歌正面印象有41.6%，但负面却有43.5%。哎，等一下，暂停一下，这个图表，41.6和43.5差1.9%而已哦。这也差太多了吧，差了3倍耶，这奇怪，1.9%差距那么大，难怪柯文哲不想让6%哦。而且三立为什么要贬低高嘉瑜歌声啊？三立不是声律吗？高嘉瑜不算。不过唱歌难听就是他的特色啊，赖清德怎么能叫高嘉瑜不要唱歌啊？这就好像叫国民党不要贪污一样，或是叫民进党不要外遇，或是叫你要好好说话。接下来是几则连续的短新闻。英国研究指出，最不可能出轨的职业是科学家，他们忘了王世坚。明年台湾即将开放印度移工，预计市场上最受威胁的有本土劳工、瑜伽老师以及日式咖喱。昔日太阳花成员组的阵线叫做这个世代，全名是这个世代还没出世的人。台北殡仪馆举办的征名活动，网友投稿了藏寿司、烧肉放题、冰雪奇缘。我会选冰雪奇缘，这样出殡的时候可以直接唱 Let It Go。关于蓝白合，柯文哲选择的是继续拖。哇哦，冷处理，连续2周看到 Coldplay， 大家真幸福。最后分享一个大众快忘记的黄色笑话：时代力量。黄国昌退出时代力量，加入民众党。黄国昌的支持者们，没想到有今天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Drop the beat! Come on, come on.